拉布拉多可以吃玉米，拉布拉多是杂食犬，可以吃肉食、蔬菜以及水果等多种食物。玉米是一种蔬菜，富含膳食纤维，还有丰富的营养，增强狗狗的肠道蠕动，利于狗狗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但不能只给狗狗吃玉米，玉米所含的营养并不全面，只吃玉米容易导致狗狗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。而且狗狗对玉米的消化能力并不如人类强，主人需要注意给狗狗饲喂少量的玉米，给狗狗吃太多玉米可能会出现积食、胀气、消化不良等情况。主人可以将玉米作为狗狗的零食，偶尔给狗狗饲喂一次即可。